花莲县子午县文教慈善协会每年重要节庆时刻的爱心物资发放受到各界肯定以及支持，而在今年中原普渡在集结三大公庙以及广大的信众的爱心，募集了70多份物资发放给辖区近贫户的家庭，每一份物资分量十足，除了充满捐赠者的爱心，也让受赠者感到无比的温暖以及幸福。花莲县子午县文教慈善协会每年重要节庆时刻的爱心物资发放受到各界的支持和肯定，今年中原普渡在集结了三大公庙和广大信众的爱心，募集了70多份物资发放给辖区内近贫户家庭。每年的7月份是我们的庆赞中原的中原普渡，这期间很多的善男信女会到我们的许多的公庙去做这个普渡品的购买，然后来做普渡，普渡之后呢，都会将这个普渡品呢赠送给我们子午县，请我们子午县文教慈善协会来做一个布施，把我们的这些普渡品赠送给我们近贫民众。那今年也不例外，我们今年结合了福安庙、延平土地公庙、吉安的武圣宫来做这个动作。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发送动作当中呢，也发现了非常多的民众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善举哦，觉得非常的这个支持。那也希望我们民众如果在普渡完之后有普渡品的话，可以交由我们子午县文教慈善协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举措。70多份的物资，每一份都分量十足，不只展现了捐赠者的爱心，也让受赠者感受到无比的温暖与幸福。子午县文教慈善协会除了感谢各界支持，也欢迎有更多人一起来加入爱心发放、关怀弱势的行列。谢瑞慧，欢迎市报道。